Hey guys, it's Kay from Asian Boss. So today we're joined by our two co-hosts. This is Lolita. Hi, I'm Lolita from Taipei. And this is Yuki. Hi, I'm Yuki, I'm from Taipei. Every country has their own unique fashion trend, but have you ever wondered how Asian countries view fashion trends? We're here at Taipei In Style, the biggest fashion show in the country. We're here to find out what is fashionable in Taiwan. Hello, 2位好, 2个人都很漂亮而且超高, 你们应该都是模特儿,对不对? 对。今天会想要那个访问你们,就是因为觉得你们的穿搭非常的好看, 你们今天穿搭的重点是什么? 可不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就平常就大概就是这样, 比较休闲,就有点正式的感觉,这样。 就是现在还蛮流行,就是腰部有绑带的, 所以就买了这件。 我今天走一个就是牛仔的风格，深色系。对，那我们是就是来自日本东京的制服品牌，那我们是在推广日本的这种可爱的制服文化。你觉得台湾的比较时尚的风格是什么呢？最近嘛，我觉得最近台湾的衣服都是 有点软软的吗？软软的，比较自在一点。哦，有点 hip hop 的感觉吗？可能像我这样子吧，因为我其实算是饶舌歌手，我觉得我就是时尚，有态度就是时尚，懂我意思吗？觉得蛮常都是在追求日韩的流行，会比较去跟随可能韩国的样子或是打扮。台湾也有自己的流行。 像是大学T，然后穿着窄裤，然后底下可能就会方便一点，就会穿个夹脚拖之类的。台湾的那个时尚风格跟其他亚洲国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像是日本或是韩国或是大陆？就是前一阵子我去上海看秀，国外的模特他们会稍微他们穿搭会比较不是说搞怪，就是他们会特别比较露一点。可是台湾真的比较偏于休闲。 感觉比较保守一点，就是会比较遮，然后其他国家可能就是想露哪里就露，会比较露一点。我觉得每个国家的穿衣风格都有自己不同特色，像如果日本的话，我就觉得日本就是看到当地文化就是暴走族嘛，就会穿那种长袍大衣，然后梳很高的油头，然后可能金头发。那韩国的话，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你知道留刘海，然后对。 九分裤，懂我意思吗？衬衫扎里面。现在可能韩国方面会比较他们在穿着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有一点夸张的情况出现。我觉得他们现在因为他们时装发展也非常快非常好，那所以他们的穿的衣服有时候会比较大胆一点。我觉得台湾人，事情嘛，<笑>所以。 因为我觉得在韩国女生的话，比较少吧，所以我来台湾有点，啊，台湾这个可以的文化。可能比较年长或是长辈的人可能会还是思想比较传统一点。就例如说我身上有刺青，然后有时候我会感受到长辈的眼光没有那么友善。对，可能就只是因为看到这个东西。如果今天有那个男士想要约你们出来的话，要怎么样的穿搭才可以吸引到你们的注意呢？果然还是比较喜欢日系，然后干干净净。有时候搭个一些有剪裁的西装外套，我觉得那样子很帅。<笑>其实我就是最喜欢嘻哈，第一个就说嘻哈。我喜欢那种很多大的那种金属配件，然后很多饶舌歌手那些身上配件一些元素。 男生哦，我觉得男生穿着的样子就是舒服干净，然后我觉得对我而言，就是只要可以把一个白 T 穿得很帅的男生，我就会觉得他很帅。如果今天有一个女生，然后就是想要跟你出去，那她要怎么样的衣着才可以吸引到你？不一定说是要穿得很性感啊，或者是要怎么非常女性化，但我自己可能比较喜欢的是穿得有自己个性。 我觉得最棒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要若隐若现。那最棒是贴身。我喜欢女生穿皮系列的。对，我喜欢女生穿很多衣服。我因为我男朋友，可是女朋友穿这样的很有点看得皮肤太看得出来的。
我觉得有点危险。接下来就想问你们，你们觉得台湾有什么，台湾人有什么常见的穿搭是你觉得非常的不好看？哦，蓝白拖没办法接受。现在有很多人穿蓝白拖吗？有时候就看到有些可能有年纪之类的吧，就穿到那边或者骑摩托车穿拖鞋。不太接受穿拖鞋这样。短裤吧，有些是真的很短，就是你蹲下露，对，就会露屁股。我好像有些女生会穿那个小短裤，然后里面穿丝袜。丝袜不？你是说哪一种丝袜？黑色透肤。因为在台湾没有办法，比较大家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吊嘎，就是女生直接穿细肩带的背心。哦，你说奶子会露出来，然后很夸张，就是比较欧美 style。对，就欧美 style， 我在台湾没有办法，可能出国就比较容易穿那一些衣服这样。对，就是运动就算，可是就是可能会大家就街上看到篮球裤跟 legging 这种。是不是台湾男生到底为什么到任何地方都要穿篮球裤？那你觉得你自己曾经有因为你穿搭什么样的风格，然后可能路人看你或是你自己觉得有一点压力的吗？其实没有，因为我基本上每天穿出来大家都会一直看我。对，所以就是别人看你，你不会觉得有压力的？没有，因为我的基本上就是习惯了，习惯成为住户焦点。为什么？因为我的工作是舞者嘛，所以可能有被要求或者是表演的演出之后的时候需要穿一些比较性感，当然路人对你的眼光会有一点，一开始我会很不习惯，但是就是时间久了啊，就会慢慢可以比较坦然。台湾在这个亚洲地方，我觉得还是算亚洲，就是还是一个很保守的国家。像有时候夏天很热，那我喜欢穿一些比较运动风，或者是小可爱，或者甚至有点像比基尼的那种 top 的上衣，然后就可能会露肚子啊，或是露锁骨。那有些路上一些长辈就会觉得这有点不太得体，有点露太多，有点 too much，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压力。那你觉得如果你去别的国家，你想要穿得像当地人，就是入境随俗，还是说你就是要保持你自己的风格呢？没有，就是保持自己的风格。对，所以你就喜欢，那你就是想要穿这样子，然后例如说去日本啊这样，然后让大家觉得你是街头最时尚的人。对，就是这么一回事。我觉得我本来就可以对我自己的风格有所掌控，所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台湾有时候也会不穿内衣，就我希望这个风气可以盛行一点。天哪，这样子跟你出去的男生也太爽了吧！你有至少贴胸贴吗？就最后一个了，既然两位都是模特，可以请你们表演一下走台步吗？拜托！对呀、啊。So, how did you find today? After all the interviews, I think the best style is to be yourself. For more of the latest news and cultural trends from Asia, be sure to subscribe to Asian Boss and follow us on our social media too. Thanks for watching and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